they're pretty good. They go really well with the trombone.各位在电视机前的观众，我们现在在哈巴奇访问在这里工作多年的周先生，请他来谈谈，他们这个哈巴奇以及大华府地区哈巴奇的这个情景，这个就是博费的情形。您谈谈在这里工作多少年了？我在这边工作12年，从开门到现在。您好，对对。您好。那再见，你好。我记得你的令尊大人是中国的这个。 空军英雄是吧？不敢不敢。对对，我们认得好多年了。23炮战在金门。对对对，火车。对对对对对对。那么你谈一谈你在这工作这么多年，你的感受怎么样？很简单的。我以前也是开餐馆。对。开了17年，两家店。是。但是呢，我也没有换另外的工作。对。就这样子。但是我觉得是说。对啊，对。一人生嘛，只要快乐最重要。对。我觉得说，我每天针对的不同族裔的人。对。不管美国人、白人、黑人。对对。还有中国人、西班牙人，我觉得很快乐。对。这他们高高兴兴的。对。这就是我心里面的感觉。
认识我。对对，最近我们看到听说这个，波菲这个生意在美国的压力很大。那么不久之前也听说这个反布也已经歇业了，是吧？对，没错。对，他们开了多少年呢？他们开了，真正来讲应该是27年4个月。反布就是竹园，对吧？竹园就反布的竹园。对，他那边的这个炸鱼也非常有名的，是吧？对对，炸鱼对，没错。对，非常好，对不对？对。那么你觉得，最近啊，这几年你们的生意是越来越好，是吧？是。对。也最主要我说过的一句话就是说，只要对大家客客气气的，客人吃的舒服满意。对。阿帕奇最重要的就是说，他不怕客人吃。只要你来，高高兴兴来，下次见，就是目的达到了，对，就这么简单。那么你们周末和晚上还特别加美食是吧？对，加了很多海鲜的类海鲜的东西，对，没错。一般是有时候龙虾也有吗？龙虾没有，龙虾没有，但是螃蟹是每天螃蟹都有啊，晚上都有的，都有，对，小龙虾都有。对，我看你这个日本饭也是非常日本料理啊，对，都也非常好，都现做，是不是很都是新做的啊？都现做，都现做，而且吃的人都很赞赏不少。最重要，我刚刚讲过的，不怕客人吃这家店最重要的，不怕客人吃，对，只要你来，包去满意，对，菜有太多太多的不同。你觉得你现在这个价钱怎么样？一般来说，平常的话是12.99啊，那晚上的话是15.99，那假日的话，是17.99。周末的时候，周末的时候是。19.99，但是周末东西多了，是吧？对，东西多。对，因为你也知道，现在你只要到任何一家餐馆，对，你 menu 一打开，对，啊，那个菜单一打开，菜都是14块、15块、20块一个菜，20几块，好不好吃不知道。你比如昨天我们到远东去，两个人吃了52块钱，我相信，还要加10块钱小费，这我都相信，你相信是吧？我都相信，所以你可以想象到，博费这个生意可能会引起很多世界各地的热烈反应。对，可是呢，现在很美国的博费简直都已经都没有了，是吧？现在就我们华人和华裔所开设的，还有像你这样这么好。对对对，你说人前几天人多的时候到什么程度？像伊斯特那天礼拜天，平常的话礼拜天差不多在1200个人、1300个人。对。
单那天差不多有1700个人。哦，最重要一点，这个店我说过老板好啊，敢给客人吃，对，而且出菜也出得快，对 ，OK， 就是服务品质，当然希望要讲究要好，对，因为人多有时候难免会有疏失，但是呢，不管怎么样，就让客人来吃是最重要的。你这里最受欢迎的是哪些食品呢？实际上什么客人都喜欢吃，都喜欢吃，因为我们老板自己也在厨房里面做了很多很多可口的小吃或者干嘛怎么样子，对，最重要的华人的豆浆也有，对，这样子就适合什么样的主意都有，对，好，是这样子，就是现做，现做，现做最重要，现做都是新鲜的，新鲜的，食材也是新鲜的，食材都最重要，现做的，对。我们今天非常高兴有机会能够访问周先生，在哈巴奇工作了很多年，他也跟我们分析了在大华府地区博菲这个行业目前的发展情形。非常谢谢。好的，非常谢谢周先生。谢谢你，谢谢你。我们希望你在脸书、微信、YouTube 上都可以看到，我到时候通知你，好不好？非常谢谢，再会。好，OK，谢谢。